荆棘千年的败坏，人都麻木痴呆，都成了抵挡神的恶魔，以至于人被你神的历史都记载在了史记之中，甚至人的悖逆行为，人自己也述说不完。因为人被撒旦败坏得太深了，被撒旦引诱的已不知去向了。到了今天，人仍在背叛着神，仍在背叛着神，人看见了神背叛神，看不见神也背叛神。甚至有的人看见了神的咒诅，看见了神的烈怒之后，还在背叛着神，还在背叛着神。因此神说，人的理智已失去原有的功能了，人的良心也已失去了原有的功能。在神眼中的人都是衣冠禽兽，都是毒蛇。心情已恶毒到极处，人的理智已麻木到极处，人的良心已经全部被那恶者践踏，早已不是原来的良心了。心不能感谢道成肉身的神，赐给人类如此多的生命恩典，反而因着神赐给人的真理而对神产生厌责，因着人对真理并不感兴趣，神也产生了厌憎之感，人不仅不能为道成肉身的神舍命，反而从他身上汲油水，从他身上汲油水，向神索取高于人自己给神几十倍的利息。如此的良心，如此的理智，人还不以为然，还认为自己为神花费的太多，而神赐给他的太少。求你们这样的人心，求你们这样的良心，还想得生命，真是卑鄙的小人。